这样一位独居的老奶奶，她看不见的就是高龄，没有任何的人来帮她，居委也没有负责过。前两天她甚至3天没有吃过饭，在天井一直喊救命。非常可怜，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。那就是搿能介样子哦，方舱医院在啥地方？现在就搿种状况，没人救，也没人来处理搿桩事体。那大家评评理，那侪是爷娘养的，是人做出来个事体伐？各位叔叔阿姨，有醒了吗？那时候你有没有真实的小朋友有给的退烧药？小孩子已经烧了这个时间四十度了。来，你阿姨找，你阿姨找，你阿姨找。来，啥人啊？啥人啊？我们封掉以后，我们吃什么呢？再出门拿呀。这可以出门吗？可以。